我们看一下这个发动机米诺啊，它的这个小风扇啊会转起来，尾巴也有一个，收的时候它转起来动静比较大，引起这个鱼的攻击啊。咱们拴的时候把这个线头穿过来，穿过来之后搭到食指上面，一二三四，四五下之后，然后把这个线头穿过来，先拉紧短的，再拉这个长的啊，这样打出来的结特别的简单结实，不容易丢饵，这样一个发动机就拴好了。